而在戏剧里头的装扮呢，往往也可以引发话题。像是艺人言承旭，他现在在拍一个新戏，这回呢是要扮海盗。虽然是穿着古装打打杀杀，不过言承旭也露出了苦练多时的 B 罩杯胸肌。在新片里头，他有多场的打斗，还有落水戏，全部都坚持亲自上阵，来大秀结实的好身材。不过言承旭就说了，这些都是特效画面啦，而他认为自己的片酬是不高的，都是投资拿来垫屁股、腰垫胸啦。